十优港姐麦明诗早前公布喜讯，反传统向男友盛敬维求婚，而对方亦都送上巨型钻戒。被问到今年内会唔会完婚 ，Lisa 就表示：我做嘢都比较快手嘅，系比较有唔系有效率，即系我觉得因为人生都好多嘢要做，好忙，所以咧就即系尽量啲嘢就想开始咗就快啲一气呵成系啦，咁所以。都又不可以说赶的，这样你就太大压力了。但是呢就我觉得如果搞结婚呢搞得太久呢，其实都很多枝节可以发生的，所以我就秉持着一个尽量快靓正的去发生。短期内呢有几快？可能大家短期内都会收到一些实质的详情，相信拍完了都有的，即是都之前都拍了，其实是啦，即都其我想都2023年都拍了，是啊，咁所以就不过我们都很随意的，其实是啦，咁我又是咁啱，其实在澳洲那时就拍了，咁样咯，是啊，两日时间之前就去过。